所以请到我们的荒山亮老师请做讲评。雅茹现在唱台语歌已经慢慢的越来越有一些味道出来，但是今天这首歌我会建议其实 A 段的哭腔可以少一点点，好，他也许只是思念到一个程度，然后但是他内心不是那么绝望的悲伤，所以这有一些程度上面的拿捏。每一首歌我们消化的时候，也许你要先把对象搞清楚，有时候我们对象不清楚，你可能不知道对方是谁，你没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对象去倾诉这些话的时候，表情有时候会做过头，好，这是我的建议。那也许你把这个，不管你心里面对象是谁，然后让他清楚一点，然后这个时候你情绪的拿捏就会比较容易恰到好处一些。好，其他部分我都觉得不错。谢老师，翁立老师，请。雅茹，老师好。那我讲国语哈。好。台语你比较吃力，对不对？有一点点，但是我现在就是很常去练习自己听台语。A 段的部分呢、啊，一通电话一台拉力哦，那个点哈、哦、点那个转音四连音，你要转顺一点。点点一条歌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因为对你就是把它，你就是把它轻描淡写的带过，这样在听的人会觉得不够扎实。如果那是点一条歌，又太呆板，对不对？点一条歌，较哇比较活，对不对？比较没不会那么懵懵呆板。但是呢，你是不是觉得那边吸引到你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转顺一点啊，对不对？老师，这样听起来会很美啊、哦，很舒服。副歌的部分，副歌的部分。啊，心爱的，那个音，心最高音是鼻音，可是你一唱到那个高音，这个鼻音啊的那个共鸣跟亮度都没有跑出来，好、哦、啊，我知道这个音很难发，啊，我会当给你教一挂头脚步，你唇齿音又较长诶，心爱的心是。西托才点，马上佫叫起来！你看观众已经等了。对对对，对对对对，这样子就到啦。谢老师，对不？哎，孺子可教也，加油！好，谢老师。我们接下来来看尹雅茹今天能不能过关呢？因为挑战者是91.8的徐伟翔，评审请给分。已经卫冕六关的雅茹，今天的分数来到87.88。90、91、92，小数点继续跑，恭喜得到92.4分，成功卫�免七关，累积奖金180,000元。对，卡了不少关，今天又过关了哈。是，恭喜恭喜。是，但伟翔也要继续加油了。好，稍微休息一下，谢谢。谢谢。嘿，恭喜尹雅茹，来，请登上卫冕者宝座。恭喜尹雅茹成功卫冕七关，累积奖金